各位聆听早安，这里是北疆码头电台，我是阿伦。哇！他的胃很可疑，他的眼神很可疑，很有杀伤力。从小到大，爸爸在我印象中就去卡山，也带那个名字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发现他看那小子的眼神和看你完全不一样。哪个少爷不怀春？马丁肯定有诡异。什么鬼啊？